站哪儿啊？上后边去。我干嘛我站后边？那我就站这儿呗。跟我犟嘴是不是？让各位兄弟姐妹见笑了啊！我呀不会什么华丽的语言恭维大家，因为好听的全让主持人他们说完了。所以说站在这个舞台呢，我玩一会儿，你站着说你的，我跟大兵老师我俩玩我俩的，大伙想看谁就看谁，对不对朋友们？没那么玩的，拿我当空气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昨天跟你怎么说的？我的话是啥？我记住你的话了。啥？圣旨。老实点，有些冲动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接下来啊，我给好朋友也隆重的咱们介绍。我一会儿看不住你就出点事儿，是不是？去玩去吧。不玩了。咋不玩了呢？人没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老实配合我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因为哥们儿是爷们儿啊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。站在我身边这位啊，在舞台上是我的搭档，生活当中是我家里的。你可拉倒吧，怎么介绍我呀？还你家里的，我从来都不在家待着。我说什么？我说你生活当中是我家里的。你可得了吧，我谁家我都去。我的性格我待不住。我都不知道我是谁家的了。你都上谁家？就别问了哥。说都上谁家。你饶了大兵哥吧。他家我真没去过啊。他家我去过。